不亮，反而把我爷爷绑了，不然老子把你棍卡死了。我好怕哟，我怕你把我卡死了，让我血流一卡哟。你笑个锤子笑，我飞起马屁给你揪。挥霍流星，炸死你娃娃！走，这么大条黄鳝，我过来看啊！这么大条黄鳝能超多少分啊？超多啊！哎呀，缠上俺了！这个熊孩子忒没数了，想把俺做成辣子山垛，哎呀，简直了！那孩子是个板青。他还说你是条黄鳝呢，这毛哥呀，俺知道你是个王八，对吧？俺是条长虫。啊，你是条长虫。你这眼还玩硬。俺李营我开了一个喜酒城，地点就在金盆里。金盆喜酒，喜酒城干极了。我洗一杂酒只收他50块钱，我洗一脖子就好了。人我是皇帝恨，我一定洗了个一碗子酒。一碗子酒喷起来，赶上酒一看，他真的是飞走老子这条狗，喝了老子一跳，我洗个八字水，我马上去补水啊。子宁哎，我已经走脱了。弄死他听我讲 ，listen to me， 这港币样子就是在了帮侬白相，好吧？哦，侬以为伊帮侬 WeChat 聊聊天，伊样子就 fall in love with you 了，对吧？侬帮帮忙，不要讲 naive， 好吧？伊只不过是在了帮侬 flirting 呀。侬晓得 ex girlfriend 是啥人吗 ？Debbie 呀 ，Debbie 是啥么子啦 ？Debbie 是 bitch 呀 ，you know what I mean？ 哎，名字又欢喜 style， 就是 slut 呀。侬脑子像是瞎他？侬到底有没有 understand 现在搿个 situation 啥样子啊？搿么随便侬，好吧 ？Do whatever you want， wish you luck 可以了吧？他那真是 fuck 了。哎，你以后喝完酒早一点回来行不行？我心脏病有呢。啊，我睡觉了吗？你回来了，这个门框当的响吗？我的心当当当当当当跳的呢。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嘛，他的这个屁还不好疼。他一听老婆子这么一说嘛，他很不高兴。他给老婆子说咋了？啊，我喝了。哎，我是个男人，我不能喝酒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天上的雄鹰。哎，我想飞回来吗？我飞回来呢。我不想飞回来，我还别的地方飞走呢。个老逼开的，你妈在这逼逼妈逼逼，我操你个血裤衩子！你欺负我光脑袋土瓢四六不懂啥？我操你个血裤衩子！我今儿吐死这个老逼开的！我你妈拿着棒子，我夯死这个老逼养的！谁别闹啊！哎呀，什么玩意儿啊！妈呀！妈呀！什么玩意儿啊！什么玩意儿啊！哎妈，什么玩意儿！我告诉你，臭不要脸，我不怕鬼！你怕你就进来，给我整死你！老板，来来。哎呀！啥呀你？哥呀！你就是我亲爹呀、啊！啥辈儿你这是？干啥去了？
看我当主任沉不住气了吧？干啥？想动手啊？搁主任家你也敢动手是？我们家现在是属于干部家庭，对吧？你要敢再敢嘚瑟，我就敢给你省起来。你还敢削我？我削你咋的？来，你往这削，往这削。你以为不敢呢你啊？你给我叫号哈，小兔崽子！我哎呀，什么你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太辣了？来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好。你怎么了？你哭什么呀？怎么可以吃兔兔？是那么可爱，他太残忍了！这些我养兔兔，没吃兔兔。啊！快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我不吃了啊！我不吃了，我不吃了。啊！爸爸，爸爸，吃吧！你这不能吃，兔兔太残忍。其实你真的就冤枉他，他压根就是一个男的，尿尿都是站着尿的。这是三号钥匙，麻烦你走三号门。啊，是这个人进去，门一关，一会儿得，哎呀，我死啊！啊，怎么怎么有一只星星坐在上面？有两个星星的，星星坐在上面。哦，我看客人进来了，嘿嘿，我追你，如果我追到你，我就把你，嘿嘿嘿。金光奥特呀！哎呦，这个秀的酷型啊！这次跑回来瘦了10公斤，真的被他追到了。村民同志们，村民同志们，我试一下喇叭，听见就给我回答一下。村民同志们，村民同志们，哎呀，开会了，学习包子，聊的太太。美丽这个村东头骂寡妇，不要迟到，你要是迟到就可以敲你屋门去。啊，您一个村干部不要这么说话。村南头李寡妇，还有你，不要迟到，你要迟到敲完他屋门就敲你屋门。村民同志们好得很啊，哎呀，今天都到底比较难死，然后来咱就认真的学习。张寡妇抱歉了，开会一个啪气的，这个刘寡妇包大毛衣了，毛衣大的给裤衩上大头去，放大头去。完颜寡妇，哎呀，这村里怎么什么人都有呢？还有完颜寡，还有欧阳寡妇呢，还有欧阳寡妇。生命是那么的美丽，生命是那么的辉煌，走过风雨。我们祝福着所有的所有，开心的一笑，豁达的一笑，让生命更从容，让生命更成功，让生命更辉煌。唱哪？我怎么把他死了？